订阅分享小铃铛，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，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。哦哦，来了哦，十倍，好好好好好，这个要1960哦。好了，刚刚是2060，好好好好，这个我要加油一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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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场地，我还可以啊。哎、欸，踩一下啊！哎、欸。可恶可恶！我要报仇。该可以。好，让我习惯一下，因为毕竟晚上的图确实也是会蛮不习惯。哎呦，好危险！好，吓我一跳。哦 ，nice nice nice。nice。哦。天哪，他是哦，哇哦，好好好。有两分钟啊，应该还可以，应该还可以。右边那个先，哦，这么长啊！哇，下雨，可恶！哎呀，这不妙，不妙，不妙！打死那边的吗 ？Nice, nice, nice！ 先把地图回来，毕竟是土地嘛。先在这边下个鱼。哦，好危险哦！哎，可以飞吗？飞一下好了。哇，他飞起来，他飞起来，结果反而他飞起来了。哎靠！哇，糟糕糟糕糟糕，十倍危险了。我好像没杀到什么人，去土地好了，地比较重要，应该不会杀到我吧？耶！哎，有没有赢？有没有赢？有没有赢？这个我来别人家偷，哎，好像。哎呀，应该是没机会。哦，赢了！哦，赞呢！我的这个偷，逆境强化觉得可以换呢。哦，逆境强化，哎，我是选逆境强化吗？我不是选那个 less power 吗？耶，十倍爽啦！逆境强化哦，你说你觉得可以换逆境强化哦？哎呀，好啊，那我来换一个啊，好像也是诶，刚刚。我好像比较多的时间是被来来，哎，该不会吧？哦，十倍，好，开分的最后一场十倍，这个很这个紧张，小紧张，好好，啊！被下雨吓死了！刚谁啊？哦，对方也有跟我用一样的。哎、欸，人飞起来了 ！Nice！
欸，怎么都没有人啊？欸，是对方飞起来了。哦，原来跑到家里来了。哎呦，危险！哎，怎么会是后面呢？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 nice， 天哪，哦，这个不错不错不错，我给我自己鼓掌。这个最后30秒有这样子的操作，哦天哪，哦，这个10倍10倍，危险危险啊。啊！哇，也被冲家里来了。这个好像很难讲欸。我很 nice 的时候叫本 Michael 吗？好，如果等一下那个我开完分，你可以加啊，能不能进来玩到就看大家抢不抢得到了，就自己来了齁。哇，第二个10倍耶 ，nice nice。给过给过，哎，猫猫口完全是变成那个什么尖叫评委了。但因为我只想哦 ,100! 啊 ,10 倍。哎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这是我们那个观众房第一个10倍哦。加油加油。哇。第一个10倍观众房的10倍。喂，甲鱼，再丢一个。不会死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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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。哦 ，nice nice， 哇，谁打下超弱，超赞的。喂喂。有个狙，有个狙，有个狙！哦，好紧张哦！啊！哎呦，差点跳下去！啊，被发现了！我看一下那里有没有办法，中间那个有网子的高台要怎么上去啊？哦，有人下来了 ，nice。哎靠，差一点就那个了、欸。喂，哎、欸，这样也可以打到一个，不错不错。给一个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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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、，nice， 给一下。哇，糟糕糟糕糟糕！命在旦夕，命在旦夕。哦 ，nice。死吧！飞中间，飞中间。
哎、欸、靠，没看到人，哎呀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我来顾中间，我来顾中间，他们应该会来家里。OK。哎呦，我差点手转不过去哎。哦、oh, ，nice nice， 应该是不错吧？十倍应该可以吧？米安 love me， 代表之前日文，之前有日文加你的那个是我，我有同意吧？嗯嗯嗯。哦、，Fuji GX， 哦、，hello hello， 马路游戏存档 ，hello hello， 家里右前方水线，家里右前方水线，右前方，好，我等一下去看一下右前方水线哦。右前方有水线，所以我一出家走右边应该会看到。哦，十倍又来了，十倍来了哦。今天运气不错哎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加油加油，十倍齁。哎，我又跟噗噗同一阵线 ，Let's go。来了。哎，危险！那个什么哦，那个皮枪啊！nice！ 哎呀，可恶，没躲好，我不小心呢、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没有队友，队友断线哎、欸！天哪，噗噗小心，噗噗小心，小心小心。我去帮他。对 ，nice nice nice nice， 这应该没人了吧？OK。在这里躲人其实超好玩的在这里躲人，在这里蹲真的超好玩。然后因为你在网子下面他又很难瞄你，这里蹲人真的是可以很好玩的。哇，要死了！啊，我以为他压到那个洒水器，他会稍微卡一下、欸。糟糕糟糕，十倍能不能？能不能呢？啊，可惜我的对枪，太可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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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。啊！杀到人没屠到地，哎、欸，算了。哦、oh, ，Pro 模式也有改哦，难怪。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，差5%就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可惜。开开开，对，可惜断线，要不然其实应该真的蛮有机会的。那应该要算我们赢才对啊。好好好，我来开一下私房好不好？我先开一个私房看一下人数啊，人数如果漂亮我们继续吧，如果人数不漂亮的话，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，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。